这个忍就是慧心安住的意思，啊，这个人说以智慧作为他的体性，安住在某种境界当中。从后面的经文来看，这个三种忍就是，第一是音响忍，第二是柔顺忍，第三是无声法忍。华严经有十人品，啊，就是菩萨摩诃萨能证到十种忍，所以这三种忍属于前面的十人当中的前三个。首先来看音响忍，音响忍在十人品当中是分了两个，一个叫音声忍，一种是炉响忍。针对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来说，这个耳根最利，所以一般都是讲经说法以音声作佛事。那如果闻信佛讲的这些身教能够信受接纳儒教修行，这就是音声忍。进一步讲音响忍，就是对这个音声要有般若空性的理解，就是慧心认可这个音声就像空谷回响一样，这个响就是那个峡谷，你一种声音过去，它的回音就是那个响。这个响呢，你能听到，但是它没有实体，所以对这个音响人，你要了解音声的实质空性，所以对它无取无舍，随顺音声的成缘，这个音声也是缘起缘生之法，只要缘生之法就本无自性，迁入它的空的实相里面。对这样的音响的实相，你能慧心认可，这就叫音响忍。这可能还在散心位里面啊。进一步柔顺忍，就是在禅定状态当中这个心就柔顺了，柔顺就随顺自性，随顺自性升起一种智慧的观照，观一切法即空即假即中，又能随顺真谛和熟谛真谛是谈空性的，熟谛是谈缘起法的这个空有不二啊，空有一炉啊，商照两边，商遮两边，这就是在修平等观在这个柔顺忍当中，一则随顺自己的法性，二则在度众生的过程当中恒顺一切众生，这样就叫柔顺忍。第三呢，就是无声法忍，这个境界就很高妙了。无声就是不生，不生就不灭，这个不生不灭就是诸法的实相，就是一切诸佛所证的法身那你能够慧心认可在不生不灭的法性或者涅槃上，那这个至少是圆教初住以上的菩萨，又叫同生性菩萨，跟十方诸佛所证的是相同的所以无生就离开一切垢染，就有着无分别平等的状态，就能极尽无着无怨无住无去无来，
所以在无声当中，它就有这些体性，能够慧心安住在这样的法性当中，这就是无声法忍。初证无声法忍是原教初住的菩萨，要就近证得无声法忍是八地以上的菩萨的这个位置啊，那个八地才能够离开一切心意识，无作妙用。